未来，孙中山，我打个战略，给他一定要设一个概念，否则呢，声音只有这个民进党的，国民党在华府里头呢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四位候选人都非常优秀，各有所长，过来的话，我们就认为党最后共同的目标就是要稳住这个党，要发展这个党，然后在国家的各种政策上选择国家最有利、党又能够得到人民众支持的政策来加以支持推动。未来，孙中山，我打个在美国呢，一定要设一个代表处，否则呢，声音只有这个民进党的，国民党在华府里头呢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那这个国民党，他只要能够这个来影响美国的政策，不然变成一边倒。所以这个是当选之后呢，一定要做到。第二，那当然是希望他能够理性，来处理所有的事情，包括两岸的问题，包括国内的各种这个问题，一切以国家的利益为上，以人民的利益为之先。那么呢，能够超越，或是党所做的各种这政策。立场呢，那坚定的一定要维持住。我相信这样子呢，我们党才能够重新获得民众来接受支持的这个一天，我们才有执政的这个可能。